梦见白猫是什么意思？在梦中，对于男人来说，白猫一般代表着心灵纯净的女性，而对于女人来说，白猫则是美好的体现。男人梦见自己抱着一只温顺的白猫，预示着自己的异性缘将会非常旺盛。女人梦见自己抱着一只温顺的白猫，表示自己将会有很多朋友，并从中感觉到家的温暖。学生梦见白猫，可能表示你在学业方面很顺利，你的成绩一定会比上学期好，这就需要你继续努力哦。职员梦见白猫，主要表现你在钱财方面会有好运，并且你的职位可能也会提升。